分別有呢只咧就好玩福星啦，尾二魅力一丁啦，灰馬暫時殿後係嗰只最多歡笑嚟㗎。好啦，轉彎嘅時候啦，中華威威咧就搶到頭段啦，貼欄放咯，跟住喺第二位係仙奴光明啊，內欄第三啊就係創奇蹟啊，咬住第四灰馬東風一號啊，第五位月球啦，睇下佢轉彎順唔順啊，粉紅衫嗰只啊，馬林中間街專三紫色眼罩嘅埋邊咧仲係勇冠群英啊，揈到最出好玩福星嘅田太安啊，到嚟最後300多米啦，中華威威佔先咗嘅，但係未換到腳啊，咁啊東風一號三幾個箭步已經將佢追過咁滯㗎啦，中間位置街專三亦都追緊上嚟，外邊位置仲係只最多歡笑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街專三響中檔已經係透出啦，外邊最多歡笑上緊嚟，入邊創奇蹟接近終點啦，匆匆再戰街專三，你得過㗎嘛，結果爺馬跑第二名，外邊最多歡笑第三咧，創奇蹟響埋邊。東風一號灰馬有啲力弱，追上嚟咧